香菇哎，好好嚼哦。今天的目标咯，好友嘛，你已经决定了今天要讲什么了吗？久违的拉布拉多口多利酱。口多利酱，哎，这是第一代的口多利酱，为什么它会跑出来啊？而且它穿这个衣服好漂亮哦。那友嘛就交给你咯，久违的大趴趴拉布拉多系列，我们的夹娃娃也就是从这里开始的，各位。走。前面十集都是在夹这个大趴趴，那交给你。脚泡温泉，有吗？这次是要用爪子去撞它、压它。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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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！然后呢？哦，硬着来。哦。卡住了，头太大了啦！可是他头真的好大哦，各位。好像卡住了耶。那怎么办？不救命！又使用必杀技了，我的老婆。电源已经帮我们调好了。要掉了。要掉了，各位，这个电源也太亲切了吧？你看。对呀、啊。我觉得这个你只要摇它就会掉的，好夸张哦。吹一下，吹一下。那尤玛，给他最后一集吧。这真的是最后一集喽。压他的那个脸颊那里。阿拉，还要再一次？这个情况也还要再一次哦。都掉下来了，恭喜 Yuma 获得了口多利酱，这是全靠店员的帮忙。对，而且刚刚店员教了我们几个必杀技，我想接下来我要试一下 Yuma。我们这种机台教过很多，这个是都没有用过店员的招式。对，刚刚店员教我的就是一开始我们娃娃是这样子的嘛，刚刚我们就是先把脚弄下去，然后是头卡住，这样子其实这种头大的娃娃比较难夹。店员刚刚说的就是把它先弄斜之后呢，这样子之后呢，夹它的手，它就会整个这样翻过去，再动这里，然后呢最后一集就是压这里就会下来，只有三个步骤就可以夹到。刚刚店员说的，我要试一下。那我先夹它的脚。在这个最大的洞上面，为什么就不是？
じっていう感じになって、そんなんなんですけど、ここからどうやるのかなっていう。でもなんかね、あ、回った瞬間嬉しかったです。回るんだと思って。各位，刚刚店员呢，他跑来调整，他就是刚刚教我们这个教室。他说就是这样夹，没有错，这样子很容易掉。只是我们可能刚刚位置不好，那他可能这个板的两条棒的放的可能有点小，他刚刚也是有夹，然后他说帮我们调整，就调成这样子，让我们比较好夹。原来这种大陀螺是要这样夹的，各位，你们学到了吗？一定要给自己一个赞哦，给这个店员一个赞。夹哦，如果这个真的学会之后呢，对，还蛮好夹的耶。一两次真的很好夹。真的感谢店员，大家也要把这个学起来，因为日本有很多这种夹法的机台，东京学起来，一定要学起来。好，那我们这一集就到这里喽。有没有让大家学到怎么夹娃娃呢？这一集一定要给这一集一个赞，然后帮我们分享影片，让更多人夹到娃娃，长知识了。谢谢店员，耶！那我们下一次再见喽。毎日楽しみに待って、それが生きがいなんだ。みんなといるから頑張る。